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今天是2024年1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